让你耶，他在让你，他在跟你讲。再向前，再来向，直径150公尺。撞到没啦？不是，他没有啦，下面那边有个板子啦，他压到。我磕里面水。还没撞到我。他提示要板。这边吧。这里要板，有人要钱啊，就是那个要。徒步一分钟，这边走路一分钟。停车费。这边吗？200。这边呢？就这边呢？不用啊，注意小心点。这边不用。这边不用钱了。哦，谁说的？哎，谁说在那里？对啊，要啦，这边都要啦。哪里？不用，那我等下停往后自行进。不用。我没有多少钱。60块。一点钟够300啦，一日500啦。你的水壶，阿妈用这个来带，看袂到。这个壶啊，在我这边了。他说从这边走下去2分钟，两分钟。300円，料金，哎，三百嘛，哎，我过来这个单。OK， Thank you， ありがとう、ございます。来走。哦，但外面也有路可以走啦，他们是走外面的。先到，哎呀，先到下面来呢，先到下面来，这边等一下再来拍，等一下再借他上面去上去看一下。先到下面。好，慢慢来。对啊，戴帽子啊。它其实不是那种很热、流汗的热，还是帽子戴着比较好。对。哦，小心了，魏华啊！魏华，小心！在这里哇，哎，藏草哎，到了，藏草哎。
不是，不能靠近。不要下去。赶快啊，下面比较精彩啊！哎，慢慢走就好了啊。慢慢走，看到了啊，慢慢走。啊。哦，这边要小心，这边很小心。啊，小心，爸爸你小心一点。哦，他们那个一般的就是这里啊。哇，那个好好玩。